我血肉很低了。哎、欸，这好像是爸爸族哎，宣他老爸，傲慢啊，皇帝瓜，这是老爸族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终于，一块而已，说在突破那个老鼠啊。对啊，然后他在哪？他在买一堆金属的，还有什么颜色？很多啊，你想得到的都有。还有青花色，我要黑色。黑色好像他们在团购是不是？都有在团购。黑色等下蹦，会爆炸啊！会爆炸是怎样 ？What？ 会爆炸怎么样？他们买什么？团购中。First blood。在邊喔、那我穿粉红色，娘炮！有啊有啊，真粉红色啊！啊哦，后面有人。Kill。这怎么在这收不掉啊？损好少，实体低而已。上去。好，玩沙漠之翼好了。上次的麦。地瓜。我的血又零了。我血又零滴了，哈哈！哎，零滴血怎么玩啊？零滴血怎么玩啊？我又零滴血了。手机也配啊？对啊，有机会就配得到啊。我家零滴血，哈哈！哇，零滴血战士是不是？我在左边哦。哇！哎、欸，可恶！我刚刚沙漠是那个连发怎么打没有伤害啊？好奇怪哦！哎呦，队友凶了，队友凶了！睡妖睡妖，没关系，我牺牲让队友他们。哎呦，我倒了，哈哈！没关系，赢了赢了，应该赢了，三打一啊，可以啦，顺顺就可以了，交给队友了，队友帮我报仇就好了。那个家伙跑掉了，抛收我那个跑掉了，收完就跑去楼下了、啊，跑去楼下了、啊。归楼下，归楼下，好，一归楼下，踏输就归楼下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这样玩。下去了吗？对啊，归下去了啦。因为他刚刚收掉我那路线，就是他往下冲，他常常逃跑，怕被人家就是怎么讲，怕打输就会跑到楼下躲起来。这是一个打法。看到了，他在下面。对啊，归在下面啊。可以啊，打得到了，他们真打得到了，他们只要守那个点。下面吗？对。下三只下去也是打赢啊。那剩那只给你了，我杀三只了。哎、欸，这好像是爸爸族哎，宣他老爸，傲慢的皇帝瓜，这是老爸族，老爸族要凶一波了，老爸有点生气，今天老爸族有点生气。哎、欸，他是在我面前，他在我这个方向啊，他下去了，看到了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哎、欸，他这样过去会被打，老爸这边，哦，对，对方迟疑哎，对方竟然在迟疑。可能一枪爆那个啊！好吧，我们来玩。你在笑什么？散弹枪好了，来玩一下散弹枪吧。卡洛琳加散弹枪，移动速度又超快的。这关的话，这场其实等他们来就好了，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比较高，地势比较高。我先找个点偷看他们。小心右边哦！你看到人？看到人了，你不要过来！左边跑两只过去了。好，左边跑两只。剩一个，在左边。嗯，左边的他蹲着下面。
竟然没有打死他哎、欸，有防装吧？我刚有两发可以直接收到他就没有。那、哦、我家的猫又要出去了，完事，丢要拿到手上了。你要出去吗？等一下哦，没有点数了，你们把点数花完哦，你们竟然把点数花完了，加油！走右边好了。左边的下来了，在中间。哎呀，被上面的挣扎。First blood。上面倒。中间也倒。前面还有一个、哦。还有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在哪里啊？不然等他们两只一起打，挂掉了。对，左边是两只。注意哦。没有啦，我都没看到人。我现在 是老霸组合。我现在是跟老霸组在一起了。对，是。老霸都是前辈，前辈组。好，你就买这样吧。老霸组加油哦！很少跟老霸组到队，因为这个有一个叫什么？哎、欸，他丢了丢东西哎、欸。没有，你自己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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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就这样丢着。好，那我就客气了，直接抢中间点吧，来往下抢中间点，3-1。我看到敌人。哎、欸，不要挖，不要挖，不要挖！ Okay. 我们家猫在挖零食了。哎、欸，他收掉了，左边好像是。他女的就在左边，他跑去右边了。哎、欸，人呢？我看到人了，我也找不到人。左边的那个树下。拿铁那边，靠的。OK， 获胜。漂亮。先救他们一下。OK， 感谢老爸组合，我们吃鸡喽！感谢老爸组合啊，跟老爸组合。老爸组很沉稳，他们的那种感觉都是比较沉稳一点。那发顶就叫，等一下，我家的猫，哎、欸，你自己，好好好，等一下哦，我家的猫自己叼食物吃，我喂它吃一下哦，来来来，我遇到小偷了，我家的猫把鱼叼走了，因为我有个椅子里面有放一些。我给椅子，我放一个那个鱼的，哎，就它的一些零食啊，结果就让它在那边偷吃，它偷偷在我直播的时候从下面把椅子打开，那个椅子是布的椅子，然后它有一个可以盖的盖子，对，然后呢，它把它掀开以后呢，把鱼叼走，把整包塑胶袋的鱼叼走，太厉害了，好，感谢刚刚老爸组合啊，让我们成功的吃鸡了，其实跟老爸玩家玩的感觉就是比较沉稳一点。他们刚刚最后一个还跟我说在拿铁那一边，那种感觉就是哇，老爸在照顾我，我被老爸照顾了，那种感觉是蛮不错的、啊。所以有时候，像一个游戏，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年龄层，然后每种玩家的心态都不太一样。像小朋友可能就快点救我，快点救我，可是老爸打我都不会，他们心里面就觉得说不用救我，我不会待机啦，你自己顾好自己安全就好了。老爸那种感觉是比较沉稳的玩家，他们就不会觉得说你一定要赶快救他。可是如果是遇到可能小孩子的话，说快点我倒，赶快救我，谁来救？可能会尖叫哦，还会尖叫哦。刚刚完全没有，他们倒就很稳，就是很冷静的倒了，不用救我那种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。好了，今天游戏就玩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拿铁影片的话，可以帮大家喜欢持续订阅我打开通知铃，当后面有一句叫 FIFA 的攻略情报，也记得订阅我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跟我的 Twitch 直播平台，追踪我的 IG 跟粉丝团，搜寻我不喝拿铁。也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哦，拜拜。